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这一款游戏哈。那上一集呢，各位的留言我都看到了啊、很多人都叫我继续拍这个系列。其实老头本身也想要继续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又继续拍这款游戏啦。那一样呢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呢，记得按个赞啊，让这个赞数变多，也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啊，让大家认识一下老头的频道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也感谢各位这个长久以来的支持，好不好？那我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先开始吧。OK， 哇，一开始有点卡顿哎。OK， 依旧这个开始，先拿起我们的武器哈，然后往前走。我记得这一关的任务好像是要直接到达救护车，但是在这个途中的话呢，感觉路线有点，应该说不知所云啊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救护车在哪里啊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地图好像每一次重开都会稍微些许的不太相同的样子哎。对啊，这个好神拖，这个拖把为什么会突然提早出现了呢？照理来讲应该不会在这里出现啊，是我错觉吗？而且我觉得啊，这个游戏站位啊依旧是非常的重要啊。你看我现在随便乱敲一下，我这个角色都快死了。我的天啊，这赛有够危险的。啊靠，我才刚讲而已就能死掉了，天啊，变僵尸了。是我错觉吗？怎么感觉难度变高了、啊？哈、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我平底锅哎、欸，平底锅才是王道啊！怎么没有人要捡平底锅啊，大哥？哇，我们的护士小姐要死了！绕路，绕路，绕路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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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靠背啦，护士刚开始就死了，玩屁呀、啊！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没有护士小姐，我们也可以顶天立地的。奇怪，有这么难吗？我记得我在玩的时候没这么难啊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游戏还有分难度之分啊，随机的难度吗？每一次进来的难度都不尽相同，会不会这样子？我记得我上一集玩的还蛮溜的啊，怎么这一集护士小姐就先挂了 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赶快收刮一下这周遭的财物啊。那如果呢，我们玩了怎么讲？玩了一个礼拜，不是一个礼拜，是这个游戏的天数。这个老人在干什么啊？老人，老大哥，你不要在那边熬白照好不好？啊，你可不可以就跟紧一点？你知道落单的最容易死吗？哦，那如果呢，老头玩了六天，第七天 BOSS 打败了还没死的话，啊、哦，老头呢，完蛋了，这是要晚上，现在晚上，啊、哦，老头呢可能就会变得下一次再继续玩这款游戏。好不好？因为呢，时间有限啊，完了，又有人死了，可恶，他必须又死了，啊，是要死几次啊？啊，是要死几次啊？怎么莫名其妙变五个人啊？这游戏怎么变那么难啊？啊，有枪先拿枪好了，我觉得比较保险一点。子弹这么多，300发不是给你拿假的啊？哎呀，没人要换武器，没人要换武器。哇塞！我们现在就这样子，五个人，五人小队是吧？好，射死他，射死他，射死他！射得好，射得好！五人小队是吧？哇，这边感觉没有人可以救的样子哎。我觉得我们这种游戏开局啊，早期应该都先用枪，我觉得会比较好，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人。我们这样太早用肉身近战了嘛？太早肉搏了，太早肉搏的后果就是很容易造成人员伤亡。我觉得势必刚开始开局应该拿枪会比较好一点，分担伤害啊，不然的话，你看子弹这么多，眼睁睁看在那边不用，感觉蛮浪费的啊。我是这么认为啊，就是有点类似，就是不要浪费任何一丝可以制造伤害的机会。好，我们的护士小姐死掉变僵尸，有吗？对，而且这样子练等也比较快啊。我说真的，还可以打带跑，有没有 ？Oh my god！ 好好好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，我们赶快再增添一下我们的元首啊。这边有那个惨叫机啊，没有人要捡，因为太烂了。啊，上一集这边也有惨叫机，那个这一集呢，这边也有惨叫机。哎呦，
爬钉爬，那个呢？应该那个是念爬吧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我现在要设法赶快找到下一栋屋子。啊，我们绝对不能散漫，啊，不能浪费时间，尽快找到新的人手，而且是在天黑之前。啊，然后我听观众留言说，如果这栋房子的前门没有路可以走的话，那一定是在后门。好，我会记得的。而且我们现在开始到了医院了。医院这个地方的话，应该会有护士小姐吧？太棒了，随时补血不错。省一点，省一点，贵一点，贵一点，贵一点打，贵一点打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好。哇，晚上了。啊，晚上的僵尸没理由在室内也狂暴啊，这样不太对吧？这样不太对吧？好，挂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质可以救。有，护士小姐，姐姐，不要再叫了，叫医生姐姐。哇，超级大补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六个人，好少哦。啊，赶快弄点食物，食物目前是不缺的啦。啊，我们人数这么少，食物消耗量也不够，不会很快。好，我们最主要就是子弹赶快多拿一点，然后呢，人质多救一点。哎、欸，我们右边走过了吗？还没，我们打一打。哦，白天了，僵尸变八七了。一到白天，僵尸就变八七。可恶！我就觉得他那个补血的那个机制啊。就是做的有点不是很好，就是说不管你血是不是满的，你碰到就是吃到了，这样子会很尴尬。是说你可能想要靠近拿那个武器有没有？但是那个武器上面有一个补血包，你又不想要先那么早吃补血包，但是你必须要拿那把武器，你就有点补血包一起磕下去了。哦，这是一件很奇怪，应该不是很奇怪，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啊，好不好？我是这么觉得。然后已经第三天了。我们的战力感觉依旧是如此的薄弱、欸、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俺看不小心碰到又补血了，又加15。啊，我明明这些角色血应该都是满的啊，照理来讲应该是啊，没办法，都吃了。我靠，这边有一整群是怎样啊？烤了，神子弹，我们有补血了，不要怕。哇，等级3攻击好高哦！哎，有厕所哎、欸，哎，我第一次来厕所哦，这谁？哦，这个是医生，你是那个医生？医生会免费提供补给罐哦，多久一次啊？欸、好屌哦！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护士小姐，护士小姐会定期补血，医生定期给补血罐，是这样意思吗？哇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这两大辅助角色不能死啊！啊，死掉就麻烦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提供补好多、哦。哇塞，感觉我们硬起来了、哦。可是现在就算这样子好了啦，有感觉硬起来了。但是我们人数这么少，相较之下，我第一集在录的时候人数15只。啊，打那只第六天的那只 boss， 最起码应该也是打得赢，只是我贪一时的爽快全灭了，啊，有点小尴尬，玩到晚上了，然后晚上又不能出去，好笑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当成逛街，再看看这附近到底有没有可以找到新的人质，或者是说逛一些其他的地区，啊，拿一些新道具，你看这边就有了。这边我还记得，往上走看看，打打打打打！我们家的狗也是很强的 啊，我们家的狗三等啊，啊，小心一点啊！好像又补血了，好爽哦！五次15滴啊，这摩西亚马赫双补开局哎、欸！哇，如果是那个医护人员大队的话，那就超强的。我说，好吧，这边好像全部都逛完了。不过怎么还有听到僵尸的声音，是代表还没逛完的意思吗？算不管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再继续待在那边，没有未来啊！啊，继续待在那边，我跟你讲，只能等死而已啊！
哇，等级二，等级二了。我没有记错，这个角色最多是三等嘛？欸，最多是四等哦。我们往下走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往上啊？别啊，这里没有路啦，我们往上走好了。那四等满等就不能继续升级了。哇，一下子来这么多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们好硬哦，我们怎么可以那么硬？欸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完了完了，这边僵尸一整群。哇靠，全部这样子抛过来是怎样啊？快点打过去打过去，撑住撑住，撑住撑住，不能死不能死，快点杀出一条邪路。干完蛋了，死定了。有人要死，有人要死！哎，欸，医生要死啊！不要！完蛋了！哇，这边有两个人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嘎，太扯啦！哎，欸，不要不要！哦，有室内，有室内僵尸太多啦！我得救，得救，得救！太扯了吧！这个僵尸围成这样，玩小哦，真的是玩小哎！对，开枪，把他弄死！太夸张了！欸，有人欸，先救人再说。还好在这室内可以稍微缓冲一下。其实我们还是要得省点子弹啦，不然 BOSS 打 就很吃力了。啊，这个不知道是干嘛，感觉没什么能力的一个胡子大叔。啊，我怎么感觉这些每一个角色都一脸衰小样啊？超级衰小样啊！全部都很悲伤，悲从中来了是吧？来来来，烤爆你们！哇，刚刚那个是大补吗？刚刚那个是大补吗？我怎么感觉我这个角色里面的血量所有所有角色血量全满了啊？这么爽哦！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弄一点汉堡去换一点子弹啊？平均一下嘛，不然食物太多了，说真的没什么太大用处哎。食物太多了啦，啊，算了，完的，现在还在夜晚当中，没办法出去，我们要怎么办？待到早上再出去会比较安全一点了，可是这样子相对的就很浪费时间，算了，忍一忍吧。完了，快到第六天了，我在想这个第六天啊，是不是 BOSS 可以不用打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个 BOSS 是不是可以不用打，可是打了感觉好像又会给什么奖励之类的，不打感觉又好浪费哦，我是这么觉得啊。欸，等一下，这边的房子去过没？可恶哦，前门锁起来都说走后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后门是不是真有此事。哦，好像后门没东西，完了，我那边有个人卡住了。欸，这里有路，对对对对，哇，我们现在十个人了吧？感觉还行啊，省一点子弹，我们现在的血量 OK， 够撑，打，给我打，我的子弹好多，欸，我们有人升级了，68子弹。等级是最弱的啊！欸，为什么没有人？到现在为什么没有人升四等啊？四等要解锁吗？没有，想太多了，还是说四等非常的难升？欸，就一个人，这谁 ？Hello， 看起来好像那个一脸疑惑的男子，有没有？金色头发，一脸疑惑之男子。管理嘞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完了，感觉要晚上了。我觉得我的时机点好像都不太对哦，是吧？我觉得照理来讲，应该是要那种就是快要晚上的时候才要进来。可是我为了物资，我很早就进来了。你看现在准备要晚上了，我又要再多等一天，完了，这个策略错误，非常之尴尬。啊，我们现在11个人，好吧，真的晚上了，不能出去了，要再花一点时间等待，等待，
没关系啊，就浪费个几十秒好了。哦，大概十五秒就早上了吧？十五秒换一次是吧？等一等吧。看一下，我们可以拿这个棒棒，不行。快点！没意外，我记得是第七天嘛，对不对？第六天好像 BOSS 还不会出现哦。哦，第七天，我记住了。好了，快要早上了哦，冲啊！哦耶，他们又弱化了。完了，这个地图标记。哦，我们打好快哦！或为什么我突然lag啦？那算了，这游戏会突然lag一下子。哎，到底路口在哪里啊？打出去，打啦啦啦啦！快点快点，杀出一条血路！完了完了，有人要死，有人要死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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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进去！哦，进来了，这里有来过吗？哎，这里好干净哦。这里我来过啊，等一下啦，哎，我要怎么到终点？终点到底在哪里啊？我说终点到底在哪里啊？拿枪拿枪拿枪！好，我觉得是这边的，不管了，快点杀出一条血路。我们好像没有人伤亡，对不对？非常好。哦，有人可以救，太棒了。哦，十二个人，十二个人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感觉事情越来越怎么讲？越来越步上脚步了哦。哦，开始越来越有出路了哦。刚开始还蛮刻苦的啊，完了，僵尸太多了！打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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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要在那边。怎么都总是会有落单的人啊，受不了哎、欸！啊，我们人好多，十四个，十四个，太好了！来，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建筑物，先躲一天，因为快要晚上了，快要晚上了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有了，有了！哎呦，刚好，好不好？快晚上再进去，这 CP 值才是最高的啊！这样 CP 值才是最高的。好，进来了，刚好。哎呦，这把剑不错，那把剑攻击真的很高，60点伤害的武器吧。拿到了一把上方宝剑，上方神剑啊。那我们家的狗依然的凶残，谁都不能伤害我们家的狗，谁都不行，好吧？谁敢弄我们家的狗，我就弄他们家的狗。啊，如果他们家没有狗的话呢？啊，那我就算了。哎、欸，格伦呢、欸？啊，又是格伦。哦哟，拿斧头，快点，趁现在还没白天之前，这里搜刮完毕出去，然后就趁白天正晚上之前赶快进来。哇，这样的 CP 值不错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，伸右边了，伸右边了。快点啊！你们这些人走路真的慢吞吞呢、欸。哎呦，太快了吧！好好，刚好可以出去，刚好可以出去，太棒了！冲啊！十五个，我们现在收集十五个人了，打 BOSS 喽！我觉得这就该来个打带跑了。Oh my god！ 出现了，出现了！他从哪里出现呢？这家伙从左边出现了。他在左边，他在左边。打看看，打看看，这次应该有办法赢得了。哎、欸，哇，这招是怎样？卡卡，哈哈哈，这个 bug 哦，用这个 bug 打，感觉有点不是很妥当哦。哇，竟然还有这一招哦，这么屌哦！可是这样试好久、哦，怎么办？子弹太少了。打啦打啦啦！哎、欸，有人会死，有人会死啊！有人要死了，没塞没塞，哇哇哇哇，谁死了？少女挂了，哇哇哇哇，不对不对劲不对劲，超级不对劲啊！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，战力不够战力不够，
Oh my god， 这个伤害太夸张啦，先跑再说。这可不可以轮流打，分批之类的啊？我还蛮想分批打的欸。打带跑时间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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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靠，这回谁啊？欸，其实感觉叫赢得了。感觉是赢得了的哦。哦，赶快往上，往上，上面有没有路？有路，有路，先躲，太棒了！收集一下物资，等下再打这只 boss。反正刚好也要晚上了。我想这应该是可以分批打。欸，感觉好像还不错欸，这种打法不错哦。新学到了，哇，没子弹了。我要打，完蛋了，没有子弹了，死定了。等一下硬 A 流吧，看来只能硬 A 了。哎呦，厨师哎，耶，给我食物干嘛？我不要食物啊，请你给我更多的子弹，好吧？啊，给我更多子弹啦！哎，对了，晚上他们会变强，那 BOSS 呢？晚上会不会也变强？算了，我才千万不要冒这个险。完蛋了，我们的厨师。应该是说我们的医生血量没这么多，感觉要去送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白天白天，在那边打，靠死他，靠死他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，yes， 哦，杀掉了，哎、欸，有人要死，有人要死，啊，打死什么也没给啊，有给什么成就之类的吗？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赢了，但是我们死了大概两个人吧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。我们的医生，我们的医生不见了，我们医生死了，天啊！我们医生走掉了、啊，尴尬！不要那边乱敲啊！墩儿，先跑再说。我们这边好像还没走过的样子、啊，所以我说救护车到底在哪里啊？你可以告诉我救护车在哪？我先赶快找一个定点休息一下吧。撑住，撑住！哎、欸，那把拿剑的大哥在干嘛？不要在那边累好不好？人生已经很难了，你硬要靠上面的是怎样？上面的人没有那么好靠啦，受不了哎、欸！打啦打啦打啦！完了，我们的警长死了，好吧，还是得死。哇哇哇，这边过得去吗？这一栋大房子我们是不是去过了、啊？好像去过了，对不对？完了，有人要死了，撑住，撑住！哇靠，平底锅大哥死了，啊，又换一个，一换一。完了，我感觉像绕了一圈什么都没有的感觉。School， 这是学校、哦。完了，要晚上了，躲进学校吧。哇，学校人好多、哦，应该说学校僵尸好多、哦。撑住，撑住。学校有没有那种就是……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尴尬，等一下，好内阁，切一下。怎么还是内阁啊？这边的优化有点差哦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怎么这边只有三四十帧数而已啊？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救到一个老师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要讲这边真的有点那个。我再切一次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突然又好多了。What happened？ 时好时坏呢哦。打啦打啦打！啊，菜刀剪了。往上，往上，砍！这些学生，通通都要被当掉。完蛋了，我们这边有人真的快要死掉啦！这个血量打屁呀、啊！又没有子弹，从下面开始敲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，挡一下。有没有补血的、啊、医疗包之类的？快撑不住了。
啊，都是补品呢、欸。好吧，我应该不奢望在学校里面能有什么补给、补血的东西，有饼干就不错了。啊，直接只能这么想了。我们右边还没看过哎、欸，看一下右边好了。可我们少了一个医生差好多、哦，少一个医生那个补血速度有差哎，是怎样啊？这边来过了啊，来过了。然后右边还没看过吧？这里，哇，都是人，都是僵尸，砍爆他们！好，捡。我们先上去，待会再下来。逃神拖，哇哇，姐姐死了，十二个人，完蛋了，我们要死在这里了。这一局有办法玩到结束吗？感觉有点不太可能的样子。学校哎、欸，好、哦、升级了。不错哦，现在才来补血，太慢了吧！我说真的，哎、欸，护士出现了，哇，我们是不是有两个护士小姐啊？哎、欸，真的嘞，有哦，战力稍微提升了哦。我们觉得最保守，护士至少要三只，你们看这样连续补血还蛮爽的，最少啦，不然的话一个人补太慢了，这是谁啊？路人。你那种路人角色就是拿来领便当用的啊，没什么太大作用啊。OK， 第九天了，啊，旅伴有谁要捡？没人要捡。好吧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哦。这个游戏会自动存档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下面的右边稍微看过一遍啊，没东西之后了，我们下一集就准备从学校出发啊。这边还没乱过，这边打一打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里也太大了吧？这篮球场哎、欸，还是我们下一集打篮球场好了，今天到这里结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时间有限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依旧喜欢这个系列呢，记得在这个影片的右下角按一个喜欢，好，以及分享这部影片出去，让更多亲朋好友知道啊，以及让各位的亲朋好友知道老头的频道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啊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这款游戏再见了，拜拜。